我们要把正主意打下来。让我听你的，等你当了大哥再说。我反他，是因为他害怕。现在是我的时代。 知道你，我想留在少林，一起练吧。出手不见手，见手不为敬。 以武修禅，他心中的仇恨总算放下了。你们干什么？猴子脸，别装，你怕我吃你？ 不要打了。